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09年，耶，109年7月。哎呀，我讲错，109年2月18号。瑞芳红桥路，7:18出发的是江平健康青龙的柴油客车，已经死了，已经通过谢哥关。有什么可以帮我赞成，多多点我们频道，就关我们频道，再见。